我们大家先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。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好，法师各位大家阿弥陀佛。我们看课本啊，这个87页，前面讲到啊，心解脱、慧解脱啊，或者有说慧解脱、具解脱啊，那这两个是不太一样的啊。心解脱啊，是指啊这个见烦恼断。啊，就断爱结啊，爱结所系断了。那无名所缚断了啊，这个叫慧解脱。那如果讲慧解脱、具解脱啊，那基本上主要是指啊，那么有定啊，有根本定跟没有根本定的解脱。好，那这里又有所谓的啊，所谓实解脱、不实解脱。好，就是。啊，在讲解脱方面啊，那么有专门针对烦恼讲的啊，心解脱、慧解脱啊，就两种根本烦恼，那就是见烦恼跟爱烦恼。那么有三明六通跟没三明六通的啊，那么这个是慧解脱跟具解脱。那么这里又讲到所谓啊，所谓啊实解脱不实解脱，好，或者是有退无退的啊这样的一个不同。好，那我们来看，他说：“复次，那么是五千阿罗汉应不退法，得无生智，是故言心得好解脱，会得好解脱，不退故。”啊，那这个下面的注解我们可以看一下啊，南摩特的啊，他说部派佛教啊有提到六种阿罗汉。啊，等一下我们再来，啊，这个没有地方写了，等一下再来写啊。那六种阿罗汉里面，啊，有所谓退跟不退。那么退就是所谓的实解脱，不退是不实解脱，啊，那这个他说啊，那么实解脱的这个有可能会在退，退果位，啊，那。这个不实解脱的是确定的解脱啊，那这里说到的是不退法解脱。好，那么他说啊，那么因为这个里面有提到啊，如退法阿罗汉得实解脱，如取敌加等啊，得虽得解脱，非好解脱，以退法故。那这里是在解释好解脱这个啊，然后就有分到实不实啊。那因为他退啊，那他这里有讲到啊，我们看啊，注解87，他啊一再的努力，一直无法证得阿罗汉果啊。那他只证得实解脱，而六度退堕啊，深感厌倦，因而自杀，却在舍报时得阿罗汉，证入涅槃。好。那么我们稍微来看一下阿罗汉，先把实解脱不实解脱先放着，等一下再来讲啊。先来讲一下阿罗汉自杀得解脱这件事啊。那么他生病，这个一般像印顺导师的杂案汇编都把它编在一起啊，有些都编在一起，那放在病相应里面啊。病相应是。印顺导师特别给他的一个名字啊，原来的这个阿含经里面没有病相应这个名词啊，但是把它放在一起的。好，那里面有几个比较重要的啊，但是他这个啊里面有几个就是阿罗汉生病自杀这件事啊，那并不是每一个人自杀都可以得解脱，没有，不是，但是有一些人生病自杀得解脱。有些人生病自杀病好
那有一些证阿罗汉的人，他会不会自杀呢？啊，那么也不会。好，那所以我们来看一下，看一下，先来看一下曲底家109一经的，啊，这个曲底家啊，那他阿含经里面讲，他六反举刀自杀，第七次啊证阿罗汉。那么，但是他到底有没有解脱啊？他是说他十受一解脱身作证。那么得十解脱身作证，那么这个十解脱到底是不是解脱？哈，还有一个就是，因为佛法里面讲到解脱，不一定是断烦恼的解脱，尤其有些只是像比如说八倍舍八解脱，它只是得定，它并不一定解脱啊。就是说佛法讲到解脱，它并不一定是我们概念中的解脱啊。那他这里啊，比如说他这里他讲说他是。得十解脱身作证，啊，那这个有时候是啊，并不一定是断烦恼的解脱啊。那么有些是只是因为他有定，那这个定得清安喜乐，得清安喜乐啊。那这一个解是不是真的有解脱？这个在《一部中论》论也有一个记专门探讨这个。各个部派的看法不太一样啊，不太一样。所以讲到这个啊，讲到这个到底这个十受一解脱身作证是不是断烦恼的解脱？其实各个部派看法是不太一样的啊。然后所以一般来说，部派里面对于讲到解脱。这个名词它并不一定，比如说八解脱，那么它并不一定是断尽烦恼的解脱，有些只是调伏烦恼到一个程度而已，啊，所以只是心安喜乐，它退的是身心安喜乐啊，就是退的是这个身心的喜乐啊，所以后面据舍论也是这么说的啊，据舍论啊，他说退的是宪法乐住，并不是果位啊，那果位是不会退的。但是部派讲的不太一样啊，这个我们稍微先知道这个，等一下再来看十解脱，把这个先讲完啊。就是说，在阿含经里面大概有几个例子啊，我们把它拿出来看啊。现在这里大致这里讲的是曲底家啊，他是很有名的，因为他自杀了第七次自杀的当下，死前啊证了阿罗汉啊。那另外有一个拔家里啊，他也是持刀自杀。啊，不过这个真耶函说他以信坚固持刀自杀，那也是正果啊。然后这个禅陀啊，那禅陀也是因为生病要自杀啊，那这个舍利佛去看他啊，然后告诉他不要自杀，那么你需要什么我会给你啊。后来禅陀也是自杀，但是自杀完了之后，舍利佛去问佛陀，禅陀自杀了，那么他会到哪里去？佛陀说他已经证阿罗汉了，啊，然后这个也是其中一个例子，啊，好，那上马上比丘，马上比丘是很早就证阿罗汉了，马上比丘是很早就证阿罗汉了，啊，这个五比丘里面之一，很早就证阿罗汉了。那么他也重病，但是他没有自杀啊，没有自杀，但是他因为重病没有办法入四禅。那等一下我们再来看，就是说你入禅定，因为病你就没有办法入。那没办法入他，因为他有这个业报身，有身受苦的问题，即使佛陀跟舍利佛都有啊，包括这个目犍连神通第一被打到身体烂掉了啊，很痛，他也有，所以他要入涅槃啊。那么他要入涅槃，他基本上他这些都是持刀自杀的。那入涅槃不会，入涅槃他有定嘛啊？那么他可以让自己啊，让自己这个走掉啊，或是入火光三昧啊，让自己走掉啊。那另外一个杂含103经啊，这个差摩比丘，这个差摩比丘啊，这马胜比丘是佛教他观五蕴啊，无我啊，然后因为法喜而已，那他不是证无我了吗？啊，虽然证无我，但是他的身体啊，他那种身受还是有的啊，所以这个时候他在痛的时候啊，他也有可能就是会没有那么没有去注意到了啊。那么所以他后来因法喜身体就好了。好，那差摩比丘这个更
就是更典型，就是说他没有证果，查谟比丘是没有证果，然后生重病了啊。那么他可能也出家不是很久，所以大家知道啊，旁边有一个看病的，然后他没有办法啊，就请那个看病的去问那些上座比丘啊，说我现在生重病，然后希望上座啊教我一些佛法啊，然后上座就去跟他请那个看病的人啊去告诉他你要怎么观无我啊，怎样怎样。啊，查谟比丘不清楚，又请那个看护啊看病的人去跟上座比丘讲。讲了几次他觉得麻烦，他自己身重病的情况下拿着拐杖一拐一拐的就拐去上座那边了啊，就跟上座开始啊讨论你说的是什么，他说就是彼此在讨论佛法，讨论到最后，那么查谟比丘生是就是证四果了啊，心欢喜证四果，而且病都好了。那么那些上座原来也是没有证果的，也证出果了啊。那这个是在当时就是阿含经里面稍微记载的。好，那我们来看实解脱不实解脱啊，就把这个擦掉了。就是有关于阿含经记载的这一些。好啊，就是这个是大智度论的啊。啊，我们只是把相关的啊拿出来，大家一并了解。好，那这里另外有说到啊，我们讲到实解脱不实解脱，就是前面有说到心解脱、慧解脱，那一般说的慧解脱、具解脱。啊，那这个是不一样的哦。啊，就是心解脱重在啊，就是这个无明断是慧解脱啊，爱洁净是心解脱啊，重在这个烦恼啊，这个断这个无明还是说断贪爱，无明断尽是四果。那分别无明又分啊，分别我执跟具生我执嘛。那分别我执从具生我执来的啊，然后爱贪爱有分下界的跟上界的，就是欲贪跟色贪无色贪。啊，所以叫做五上分解跟五下分解嘛。那么把欲贪断掉是正三果，把所有的贪色贪无色贪也断掉是正阿罗汉，正四果。啊，那么但是如果从就近的来讲，贪爱断，无明一定断。啊，这个贪爱包括所有的贪爱，那无明断，贪爱也一定断。这个无明就是具生无明，具生我执。啊，那就一定会断啊。我们写一下好了。先讲实解脱不实解脱好了啊，这两种阿罗汉，实跟不实，实解脱啊。那实解脱有五种啊，这里讲到它有这个注解里面讲到有六，全部有六种阿罗汉啊。那一个是叫做实解脱，一个是不实解脱。那实解脱啊，我们讲啊，先实解脱，这个实解脱基本上一般叫做顿根，要带诸缘。啊，方入灭尽定啊，这个一般叫顿根，顿根的。那么不实解脱啊，不实就是立根的啊，它是立根的。那这个要带众缘，实就是要带众缘，这个不带众缘啊，这个要带众缘。等一下我们再来讲，要带众缘啊。才能够入灭尽定得解脱，这个不带众缘啊，不带众缘。好，这个是不实啊，这个是实。好，那实解脱里面有分五种啊，那一个遇病恶缘会退失所得，遇到生病恶缘。会退失所得，那这个叫做退法阿罗汉，啊，这个叫做退法，啊，就是有这里有所谓的六种阿罗汉啊，但是这个阿罗汉的名称就是说。到底阿罗汉会不会退？我们说这个部派讲的是不一样的，等一下再来说啊。先把这个实解脱不实解脱，这里说的六种阿罗汉，我们先了解一下。第二个啊，第二个是害怕退失啊，退失所得的正果。一般我们看到的阿含经里面，经常都是说啊，证了阿罗汉之后，我身已尽，犯罪已立，所作一半，不受后有。他非常的肯定，自知自作证，啊，
但是这里是特殊的情况，但是有没有这一种情况，其实各个部派讲的是不一样，就是说他不一定是有，就是他不是真的证得阿罗汉啊。那我们说害怕退失所得正果，就是你已经正果了还会退吗？特别是证阿罗汉还会退吗？啊，那么失自害入无余涅槃啊，所以他想要啊自己啊失自害，所以想啊自己赶快现在趁着还没退之前先自杀死了，我就入无余涅槃了啊。那这样听起来好像不太像是阿罗汉啊，失自害入无余涅槃。啊，这个叫做施法，退法施法，啊，然后第三个是能守护所得正果，但是也是会退的，能守护啊，但是预言也是会退啊，能守护所得的正果，就是一个比一个好啊，所得的正果，这个叫做护法，啊，退法施法护法。第五个啊啊，1、2、3、4，第四个啊，第四个是安住所得正果，这个叫做安住法阿罗汉啊啊，我叫做住法。第五个善修达不动，这个叫做堪达法，那这里基本上这个十解脱基本上是得所谓的净智，这个是写在这里好了，这个是得净智，净就是断尽烦恼，但是还没证入无生啊，这个是得无生智啊，我们讲净智无生智，以断烦恼而证入无生啊，证这个涅槃啊，无生智。好，那这个不实解脱啊，不实解脱，不实解脱基本上就是不带实解啊，那么随时得证啊，就证可以证入灭尽定了，还可以证入灭尽定，可以入灭尽定啊，方入灭尽定啊，那得解脱。那一般来讲啊，其实灭尽定也有很多讨论啊，像迦留陀语就跟舍利弗讨论入灭尽定啊有没有一生生或怎样，类似像这种问题啊，这灭尽定到底是不是圣者定？是不是入灭尽定的就是圣者啊？那这个其实也有讨论的。好，那我们先不管这个，先来了解这个啊。这个是要带众眼方入灭尽定啊，得证阿罗汉果，得无生智。这个是不带众眼啊，随时就能够得证啊。所以这个啊，这个是不带众眼啊。随时得证。这个是第六个啊，随时得证。这个叫做不动法解脱啊，这个叫做不动法解脱，不动法阿罗汉啊。那基本上就是这个整个不一样的啊，就是这里啊在分所谓实解脱跟不实解脱，立根跟顿根。实解脱不实解脱啊，那实就是要带众缘啊，那么才能证入无生，才能证无余涅，入无余涅槃啊，那么得涅槃要随时得的啊，这个是随时都得证啊，这个是不动法，这是六种啊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6种。好，那这里就有分所谓实解脱不实解脱了。好，那这里的实解脱，这里的实解脱，就屈迪家的实解脱，
到底是不是真正正果的解脱，这个也有讨论。好，我们来看。那么从阿罗汉有退无退来说，阿罗汉有退无退来说，有部是讲说一切有部是讲阿罗汉是会退的，但是出果恶果，那出果是不会退，恶果三果四果都会退啊，就是出果是不会退啊，出果退就变成凡夫了啊，出果一退就变凡夫了，出果不会退，但是后面的三果恶果三果四果会退。好，那么大众部跟分别说部，出果恶果三果会退，但是阿罗汉不会退啊，你看讲的就不一样啊。那么据舍论里面来说啊，他大概就是综合的说啊，他说退并不是起烦恼退，退是会退，但不是起烦恼退，因为烦恼已经断尽了啊。因为阿含经里面他就断尽一切烦恼，他怎么还会起烦恼退呢？那不起烦恼又怎么退呢？他已经断尽烦恼了，他又怎么起烦恼？他不起烦恼又怎么退啊？那其实讲的就是这个啊，所以他已经不起烦恼啊。阿罗汉是一切烦恼永尽，他才叫做阿罗汉嘛啊。那但是有部讲的不一样哦啊，因为有部是三世实有，法体恒存啊。他说他已经不起烦恼，所退失的是宪法乐住。那一般我们就采取这种说法，觉得比较合理啊，觉得比较合理。那么瞿提迦基本上也是退宪法乐住。他并不是真的有正果啊，所以说像八解脱的解脱，他也只是宪法乐住，烦恼扶住而已，烦恼没有断，烦恼断了怎么会生？烦恼断要怎么生啊？那烦恼扶住，但是他那个退扶住烦恼，他那个定扶住烦恼，定因生病，因为生病啊，特别老的时候，病的时候，体虚的时候，那个定有时候不容易升起，除非你的定很厉害啊，所以他并不是退果位啊。那么有部的讲的就不一样了，他说阿罗汉断的烦恼，阿罗汉虽然叫做断烦恼，但不是让烦恼全部没有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是三世实有，法体恒存的啊。那么过去未来的烦恼性相有实有故，他讲三世实有，法体恒存的啊，就有一点像这个天台的所谓一念三千，他讲佛不断性恶，大概也是基于这个概念。佛不断性恶，为什么？一念中具足三千法界。那么这我们这一这个心念中啊，因为那个烦恼性的性恶是不能断的，所以六道凡夫的地狱恶鬼畜生啊，阿修罗这一些，那么人天这一些烦恼性的这个法，它是不能断的啊。所以即使是成佛了，他也不断性恶啊。那么这个产提不断性善，因为一念心中完全具足这一些。如果是如来藏的系统，就是它只有具足好的，没有具足不好的。那天台的是一念三千是好不好的这些性，就是全部具足。但是正阿罗汉跟成佛的人，他不会让他有因缘再生啊，他是没有那个缘可以，那个烦恼可以起啊，但是他也不能断啊，那是这种概念。那有部大概也是三世实有，法体恒存，也是这种概念。所以他过去未来的烦恼性相，他断的是断现在的烦恼而已。那么过去未来的烦恼性相，他也实有实有故。若欲退缘啊，为因啊，有因缘他就在升起了啊，所以他有所谓的，所以他的这个涅槃啊，就是无为法，有所谓的觉者跟非觉者的。那么这个引申未来的烦恼啊，那必有起烦恼退意啊，你看讲的就不一样啊。就是因为部派有部里面啊，他可能还有其他的说法，但是大概最主要就是大众部是这么看，有部是这么看。那据舍大概就是综合的说啊，就是说他基本上不太可能退果位啊，那也不太可能，也不会起烦恼啊。那但是有部讲啊，不起现在的烦恼，因为断掉了。但是过去未来有因缘引生，也会引生未来的烦恼，所以他还是会退啊。那这个就讲的不太一样啊。那一般来讲，有所谓的实解脱、不实解脱这样的一个说法啊。
好，那这个是我们来看到，就探讨到阿罗汉到底有没有退。那这里前面我们说过啊，大概它三个概念，一个就是心解脱、慧解脱的概念，啊，这个是无明尽者啊，无明尽者慧解脱，爱结断者心解脱，啊，这个是从断烦恼的层次来讲。那但是烦恼断，如果依经论来看，烦恼无明断，贪爱就一定断，贪爱断，无明也一定断。因为依无明起贪爱，从缘起来看啊，无明行识名色六路触受爱取有啊，这个行就是啊跟爱相应的啊行为啊，跟贪爱，那贪爱一定是由无明来，为什么？因为贪爱不离开自体爱跟境界爱，贪爱不离开自体爱跟境界爱啊。那么自体爱就是自我爱啊，那么它这个基本上来自于对我的执着，就是自我爱跟后有爱啊。讲一下啊，这个大家要知道啊，就把它擦掉了。好，我们讲一下这个三个解脱。通常是这样，因为这里提到啊三种解脱嘛啊，就是第一个就是心解脱、慧解脱啊，第一个就是心解脱、慧解脱啊，心解脱、慧解脱。那么一个是所谓的啊，我们常说的具解脱、慧解脱，慧解脱、具解脱。另外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实解脱、不实解脱，啊，那这个一般比较有意见了 啊。那到底不实解脱是不是真的阿罗汉得解脱啊？这个我们刚才讨论过了啊，就是这边的啊，就是好。那现在啊，这个主要如果讲这个的话，基本上是啊。无明，阿含经经典的说法，杂阿含经典的说法就是，这个爱结尽者啊，无明所系，无明所缚，爱结所系，啊，所以你才长夜轮回，啊，那么你才此生灭与一因相续，那么这个无明断者。啊，会解脱。爱结尽者，心解脱。啊，那因为一般的凡夫就是无明所缚，爱结所系。啊，凡夫是无明所缚，爱结所系。那么圣者就断这个无明所缚，所覆盖，爱结所系。啊，有时候叫爱系其所，爱系其紧。啊。爱结所系，所以圣者啊，基本上就是断了这两个啊。凡夫是无明所缚，爱结所系；那圣者就是爱结尽者说心解脱，无明断者说慧解脱。好，但是这个一般来讲啊，无明主要就分两个啊。通常来说了哈，无明，我们这样来看。无明，什么叫做无明啊？无明就是无知，就是不知。那浅一点的讲，叫做不知善恶，不知业报，不知因果，啊，不知四谛，不知缘起。深一点的讲，就是不知无我啊。那因为不知无我，也不知善恶业报因起缘果啊。这样，那么最主要的啊，最主要的就是啊，那么我见无明就是不知无我，简单讲叫做不知无我。那不知无我就是有我见，有我见。那我见啊，就是我见啊，见五蕴有我，见五蕴之外有一个我啊，就是即应我、离应我了啊，或是相在我啊，不离开这个啊，就是见，因为我见就是见有我，见这个五蕴即是我，见五蕴之外有我，见我在五蕴中，五蕴在我中，这个就叫我见。
那么这我见里面，这我见里面主要分两个，一个就是分别我见，分别我见就是由意识分别而来的啊，因为六根对六尘产生，那么意识分别啊，那么所以有分别我见。分别我见是出生后逐渐啊不断执取的啊，那个外在执取这个境界，内在执取这个根身啊，那么外在执取境界为我所，内在执取根身为我啊，或我所啊，那么你执着色是我，受想行识就是我所。你执着五蕴是我啊，那个我所拥有的就是我所啊，这个分别我见透过意识分别而来。那这个意识当然是带着我见的意识，叫做有取识啊，就叫做有取识、杂染识啊。那么一个就是具生我执，就是你来的时候就已经带着我见来的。如果你断了我见，你就不会来；你断了我见，你就无生了，你不会来。出国、二国、三国都还有具生我执。啊，然后到了阿罗汉，把具生我执断掉了，你就无生了。那么你出国、二国、三国只是断分别我执而已，分别就是你从认识上去执取的。那么因为具生我执一开始是具生我执啊，就比如说我们讲无明行识，无明缘起里面无明行识啊，一开始是从这个识的，那这个识带着业。带着无明，带着贪爱，这个业身行口行意行是思心所相应的业，是爱的思心所爱思相应的业啊。所以无明贪爱，那么有这个意识，有这个意识身，然后次元名色执取这个名色，再去执取，然后就成五蕴身，这个就是成为我们的，这个就是有取识执取，取什么？我取、欲取。啊，所以有我取、欲取嘛，啊，欲取，啊，那这个就是我见我爱嘛。然后，那所以取有我取、欲取，那还有什么？还有借进取、见取啊。你还有错误的观念，说你没有办法断，所以你会来执着这个名色，那么就成五蕴身，就色受想行识嘛，色受想行识就五蕴身嘛，啊，所以四依这四事为住，叫四事住嘛。然后五蕴身里面有。就有再根据六名色缘六路，就根据六尘，然后再起分别，六路缘触，触缘受啊，就开始又起分别我见，其实是这样的啊，这就开始起分别我见，分别我见是从具生我执来的，由具生我执引生分别我执，由分别我执又加生具生我执，就这样，就不断的反复啊，那么。这个证的出国的人分别我执断了，这个证出国的人分别我执断了啊，那么他就层层的先断这个爱烦恼，然后具生我执就不会再增强，不会再执着，不会再从具生我执引申分别我执啊，那么也不会由分别我执，分别我执再加深这个具生我执，但是他具生我执还在的。具生我执断了就证阿罗汉，那贪爱的话，这爱解脱是心解脱，贪爱的话，无明跟贪爱，啊，这个是比较粗的，啊，比较粗的啊，所以出果它基本上断这个是比较细的。那么贪爱的话，贪爱的要分上界的跟下界的，下界的就是欲贪，所以叫做五上分解嘛，五下分解，上界的就是色贪、无色贪。啊，色无色贪也是贪爱，这个是比较细的。色无色贪不断，你就生色无色界；啊，欲贪不断，你就生欲界。那么正三果的人，因为把欲贪断掉了，色贪无色贪还没断，所以他会生无色界。啊，他会生色界，他也不生无色界，因为无色界属于长寿天三途八难之一。啊，所以他也不生无色界，他就生色界，就生色界五不还天。啊，所以正三果的人。正三国的人把这个断掉了，那么这个还没断；正出国的人把这个断掉了，这个还没断。那么如果都断的话，那就解脱，那就解脱。啊，那这个是从烦恼上说，从烦恼上说好。所以我们常常会讲无明，无明所缚爱解所系，无明为父贪爱为母。啊，无明所缚爱解所系，此因灭矣，亦因相续。啊，这个身体没有了，下一个身体又出现，下一个生命又出现。啊，那么
所以啊，这里是从如果从心解脱、慧解脱这样来说的话啊，那基本上啊，就是所谓的贪爱跟烦恼啊。那断的话啊，也有粗跟细，贪爱断就证三果，欲贪断就证三果啊。那所有的贪，三界的贪都断，就向下界，就五下分界也断了，那么就证阿罗汉。那么证阿罗汉到底还会不会再起烦恼啊？就想的不太一样了啊。那么心解脱是爱洁净的贪爱啊，就贪爱我们说分下界的跟上界的啊，欲贪跟色贪、无色贪。那慧解脱无明，无明就分无明，其实就是我见、具生我执跟分别我执，分别我执断就是断身见，那个它叫做断身见。那么身见基本上就是什么？就是分别我执。那后面还有无明还没断，那个就是具生我执。好。那慧解脱的话，这里的慧解脱，其实依智慧得解脱，定慧得解脱，具就是定慧具，具就是定跟慧具足。所以这里是从烦恼上说，烦恼所断的烦恼说，这里是从所得断烦恼的这样的力量来讲啊。那有时候讲心增上心学，就是增上定学啊。所以有时候心是定啊，但是这里的不是。那这里的其实就是啊，就是慧解脱跟具解脱有定有慧，那么就是这个基本上没有根本定，所以因为没有根本定，所以它没有神通，没有根本定，也因为这样没有神通，所以没有三明六通，它只有肉尽通啊，没有三明六通啊，没有六通啦，没有神通啊。啊，然后这个大概只有肉尽通而已啊，这个是慧解脱。那么慧解脱最少啊，应该是九住心里面极尽最极极尽专注于去等持，最少应该是最少也要极尽最极极尽上去啊。我们比较来讲啊，就是说九住心里面啊，举个例来说了啊，那么正念正定啊，那大概九住心。九住心大概分成两个层次啊，也可以分三个层次了啊，内住、续住、安住、静住，内住、续住、安住、静住。那么基本上这个都还在调伏的过程啊，拿到调伏了啊，这个都还在心调伏的过程，调伏烦恼的过程。那烦恼稍微获得调伏了啊，那么进入下一个啊，一二三四，第五个。啊，就极尽最极极尽，啊，极尽，最极极尽啊，先进入一个比较有力量的，这里都还没有力量，心都还没力量，经过调伏啊，这个可以放置一个了，这个其实可以放作一个啊，那也可以把它另外归进起来啊，极尽，啊，然后最极极尽，啊，最极极尽啊，最极极尽，专注于去。啊，专注于去，也可以比较是一心不乱了 啊。那么等持，那通常严格一点的话啊，就是在等持啊，就自然任运自然了。在等持这个阶段啊，它还没进入初禅，它可以引发这个智慧断烦恼，但是它还没有根本定，所以根本就是神通一定要根本定才能引发啊。那么或者。我们说比较松一点的啊，从烦恼调伏极尽最极极尽专注于去等持，那就可以引发啊，就是可能每个看法也不太一样。那有时候会讲就是这个还比较久的，那有些会讲电光定，电光定就是一刹那心相应，一刹那而已啊，刹那定，或叫做电光定。那这个久住心不是刹那定啊，或是他那一下子而已啊，刹那定。啊，就是这个定刹那啊，或者是电光定啊，它也是定啊，但是它这个定很短暂啊，它不是住心的阶段，它是定的阶段啊。那就是有两种，一种可能就是在还没得定的阶段，但是一种就是久住心这个阶段等持，那等持差不多相当等于定了。那一种就是刹那定、电光定，它的定没那么强，所以它也没办法引发神通啊。那具解脱就是有四禅八定。叫做七一定啊，那七一定其实加起来也是九个啊，因为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
啊，四禅八定就有八个，非想非非想不能够引发智慧，定太深了。但是在非想非非想之前，如果加上面镜定，就九次地定，这个九住心，这个九次地定嘛，加上面镜定就九次地定。但是非想非非想定不行啊，那面镜定已经入了圣者位了，所以基本上叫做七一定。那七一定前面有一个未到地定，那这里很可能就是未到地定啊，这叫做未到地，或叫做异界定啊，等持基本上就叫做未到地定啊。所以这里有两个，一个就是会解脱，就是一电光定，一未到地定啊。那么这个具解脱基本上七一定，那七一定初禅二禅中间有一个中间定啊，那每一个禅中间有一个净分定，这些都可以啊，因为你只要上了初禅就都可以啊。那初禅二禅中间有一个无形无事的中间定，那有形无事的中间定啊，那初禅是有形有事，中间定是有形无事啊，有无形有事啊，讲错，无形有事，形是比较粗的，事是比较细的啊，粗的分别跟细的分别。所以这个无寻有事的中间定也可以啊，然后这个中间都有，就是在初禅二禅前面都有个净分定，那么这个照理讲也是可以，因为它都在里面。好，那主要就是部派里面讲的都是七一定啊，那么有灭尽定啊，所以就八个，再加上中间定就九个啊，一样也九个，但一般讲七一定。那这个是讲定慧具足，定慧具足，所以这个叫具解脱，具是定慧具足啊。那这个是没有定，只有慧。那这个心跟慧解脱是就烦恼的断来看，那时不时，时不时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一些啊。那这些是大概我们从解脱有这三大类来说了。好，那现在来看啊，好，那这个问题我们就解决了啊。那后面啊，后面注解八十七啊，那后空法师有说到啊，他说这个提提迦是退法种性的阿罗汉啊，并得到了十解脱，不能说他不是阿罗汉啊。那后面有讲到啊，还有九种阿罗汉啊，那这个十不十是六种，那这里还有讲到九种阿罗汉。那这个里面是包括啊，所谓会解脱、具解脱都包括进去了啊，然后退不退法也包括进去了啊，然后把里面有所谓十法护法、住法、圣净法、不坏法啊这些啊，全部都把它放进去啊。那这个其实不是同一个种类啊，就是会解脱、具解脱，它是不同的说法啊。共解脱就是具解脱，退法不退法又是一种的说法。啊，那么退法就包括后面这几种吧，啊，那不退法就是不退法，它这并不是九种类别啊，不是，它只是把不同的类别拿出来讲而已，啊，那么他也讲到一切烦恼啊，尽一切烦恼，那说得到了十解脱，不能说他不是阿罗汉，那么十解脱是不是就是阿罗汉？这个其实是。就是说我们要看到什么叫做十解脱，那比如说具足论讲的啊，具足论讲的这个他这个所谓解脱只是得宪法乐住啊，身心当下啊没有烦恼，他并不是把烦恼断尽啊，所以他会退，他退宪法乐住啊，他并不是啊真正得解脱。所以十解脱阿罗汉是不是啊，他意思有没有可能就是因果关系啊？就是他这个十解脱还不是真正的阿罗汉啊，然后他后来才能够证阿罗汉，因为这个才能证阿罗汉啊。那所以解脱就是解脱这个概念不一定是把烦恼断尽的解脱啊，这就是像八解脱啊，它只是定尽而已啊，依这八法得解脱。但也不是啊，这个就是解脱。好，那这个稍微我们知道一下，因为这个问题有一点点复杂了。好，再往底下看，他说心调柔软啊，心调伏了啊，那柔软，那么佛法基本上一开始就是让心柔软
心不柔软，心柔软的意思基本上就是你已经调伏烦恼，你在柔软。你不调伏烦恼，就是刚强，难调难伏，啊，基本上是这样。那怎么调伏烦恼呢？一开始就是有烦恼，要知道有烦恼，你要有这个觉察烦恼的心。那么你知道有烦恼了，你升起畏患离、厌离欲，你升起厌患，要对治它。那么当你在对治烦恼的时候，烦恼的势力就不会一直增长，所以你会进入一个所谓控制烦恼的过程。就是你先觉察有烦恼，有贪执有贪，有嗔执有嗔，在哪里觉察烦恼呢？在六根对六尘的时候，所以六入触受爱这里，这里佛法把它叫做六六法门，啊，就是从六入触，啊，从这个触受爱，从这里控制。那因为这里重点就在所谓的无明相应跟明相应。因为你不知道你有烦恼，这个开始进入第一个无明，那不知道有烦恼，开始执着有我见有我爱，啊，进入第二个无明，啊，那么先不知你有没有烦恼，你有没有在起烦恼，然后不知道起烦恼会对你产生过患，那么你就没有去对治它，那么你虽然要对治它，你没有正确的方法去对治它，它也没有办法。那么你有正确的方法去对治它，你没有耐心把它对治到，把烦恼断尽，那么这个也没有办法。所以它要尽，就是说我们在心调柔软这个过程，啊，就好像久住心一样，它有一个一个的过程，啊，那么你先要了解这个烦恼有没有，什么是烦恼？第一个，什么是烦恼？我现在有没有起烦恼？起了什么烦恼？那我为什么会起这个烦恼？那我要如何对治这个烦恼？未来现在这个烦恼把它断了，未来这个烦恼不起，你要这样想。那这样想其实一般叫做畏患离，思维其过患而能远离。比如说，啊，你执着这个我，那么你要观这个我如病如痈如刺恼害，啊，我后面也会讲到这个。那么这个其实都是一个过程，那么你才能柔软。所以戒其实是就是控制你的烦恼，定就是调伏你的烦恼，让你的烦恼不起。那定最大的功用就是让，因为我们是欲界的众生，欲界的众生最大的烦恼都来自于五欲，五欲就是六根对六根的境界，六根对六尘，那么染着这个五欲，啊，特别是五根对五尘，然后一根法尘就是收摄这五欲的东西进到体内了，啊，那么形成一种习惯，一种性格。那么这里，所以佛法讲六入处。佛法讲六入处最主要的就是你怎么从境界里面那么调伏烦恼，啊，那因为心跟境是互为缘起的，这样的境引起这样的心，这样的心又感召这样的境，那所以你在这个地方你能够调伏，你就柔软。好，那这里有说到，啊，心调柔软，啊，所以柔软这个词，啊，在大致里面讲就好像一块布，白色的，啊，那你容易染色，你黑色的其他颜色就不容易染了，那个就是代表烦恼，你有种种的烦恼，那你没有的话那就是柔软，或是你的烦恼没那么多，啊，那柔软就是戒定慧，啊，其实都是在对治这个心，啊，那么戒基本上就是令心柔软，戒让烦恼没那么强，令心柔软，控制烦恼让心柔软，定就是调伏烦恼，令心有力，令心专注，慧才能断除烦恼，令心清净。啊，写一下好了。啊，这个稍微我们知道啊，就是讲到柔软这里，先调柔软这里，啊，把它擦掉好了。啊，其实这个是关系到我们的修行状态。那你知道要怎么修行哦？其实，老实说，你知道那个修行的关键、修行的方法、修行的理论，你修行不难，真的不难。那因为我们不知道啊，所以做了很多啊，实际上啊，也不是没有力量，但是力量有一点像隔山打牛了，通常是这样啊，就是起不了多大的作用了，有一点点就是我们对治烦恼有一点隔山打牛啊，就是借由其他的东西，然后来消除我们的烦恼，不是。你直接对烦恼，啊，那所以就是你费尽很大的力气，
啊，要把那一根草吹起来，怎么吹怎么就吹不起来，啊，你用很大的力气都吹不起来，因为那个烦恼，那个草会浮掉，然后它等你走了，它又起来，所以我们对治烦恼常常这样，为了很大的力气，比如说我拜三千佛，拜一拜，想要消除我的烦恼，结果拜的时候没有，吹很大力的时候，那个草不见了，可是等你不吹的时候，草又长起来。啊，那你如果知道方法就快一点，你直接拿一个铲子，从土里面连土带根拔起来，那个草就不见了，啊，就很简单，它也没费那么多的力气，你费很大的力气一起吹一吹，吹了一个小时，那个草不见，可是等你不吹，它又长起来了，啊，那基本上这样，那你只是挖一下，然后把那个草连根拔起来，那就快了，啊，那其实是这样，好，我们先下课，等一下再继续讲。
好，我们继续来看啊。那这里讲到心条柔软啊，那么什么叫做心条柔软呢？啊，这个龙树解释，第一个，若有恭敬供养、称讳骂力、国打者啊，那就是啊抓打者啊，殴打抓打啊，这个心等无益。啊，其实就是我们说的八风吹不动了啊。若得珍宝我时，视之一等；若有持刀斫解手足，有持旃檀涂香。啊，这经律里面哈，经论里面，三藏里面常常把这两个拿来等同的说啊。我们看那个石柱啦、根有律啦，其实很多都是啊，人家拿刀砍你的身体，以及拿旃檀香涂你的身体，那么你是啊，心没有。不会起爱症、啊、那这个其实要练很久，这个没那么容易啊，不要到那么刺激了啊，就是人家骂你啊，你先能够骂你跟赞叹你，你先能够不那么受影响就可以。那这个其实我们说这个东西要练，就是当你有烦恼的时候，你要先知道有烦恼啊，那要从这里开始啊，就是说你要成知烦恼的现象。啊，我现在起了什么？我现在是贪，是嗔，这个是嫉妒，这个是怨恨啊！这些烦恼你要先知道。所以唯识讲，唯识所现，他先让你认识你的心所有哪一些善的、恶的、大善、大不善啊，这些你要先知道。然后知道烦恼的过患，你要知道我有这个烦恼会有什么过患，我有这样的情绪反应是一种烦恼。我有这样的烦恼会有什么样的过患，那我应该要除掉这个烦恼啊！你要先有这个心，先要有这种正见正观啊，然后要了解啊，你要觉察烦恼，有贪之有贪，无贪之无贪，有嗔之有嗔，有愤有嫉妒啊，有不满啊，种种这些你要先知道。那知道了之后要思维其过患，一定要思维其过患，所以它叫做未患理嘛，阿含经就叫做未患理嘛，啊，讲多了叫做苦集灭道未患理嘛，啊，或是苦集未患理，它就这三个层次很简单。未就是你有烦恼，那你有烦恼，你一定要先觉察、啊。你有烦恼，不知道你有烦恼，你觉得那个都是别人的问题，不是你的问题。那可是你内心就不安啊，内心就恐惧啊，内心就愤怒啊，内心就嗔恨啊，内心就贪爱啊。可是你不认为这个是你的烦恼，所以你永远不会去对治，啊，那不会对治，你就一直会有。啊，所以过患一样啊，那你要思维它的过患，然后要能够远离啊，你要有方法。第一个，你要有意愿。当你知道这个过患的时候，就好像你有病，你要有意愿去看病，而且要去吃药啊，那你才会好啊啊！你要思维它的过患，有烦恼的过患，然后你第一个你要有意愿。我们说要有处理烦恼的意愿，说要解脱的意愿啊，然后要有什么？要有相应解脱的意愿，就解脱烦恼的意愿、啊、然后还要有符合解脱的行为，要正确、啊、然后要不断的做、啊、然后到他完成烦恼完全断离、啊、必须要这样。所以他基本上一定戒定慧，基本上所以戒定慧后面就是解脱之见、啊、解脱之见就是五分法身嘛。解脱之见就是自知自见，我身已尽，犯任你力，所作一半不受后有、啊、那你已经知道了。然后解脱就是断一切烦恼，断除一切烦恼、啊、这个是断除烦恼而已。那烦恼有很多 啊你断一个也叫做，也都是要智慧。你比如说你断身见、断三结，那个也是有无漏慧断的、啊、那这个无漏慧，这个只要是无漏慧在断除烦恼的啊，这个慧是无漏慧。那无漏慧从有漏慧来啊，这个是慧的层次。无漏慧一定从有漏慧来，那有漏慧就是闻思修，闻所成，思所成，闻思修。那修一定要跟定相应，修一定要跟定相应，至少是刹那定、电光定、味道地定啊。那所以，那么所以你
你如果跟味道地定相应，你就是会解脱；你如果跟定相应，你就具解脱。但是都是会啊，那会就可以断除烦恼，可以断除烦恼啊。那有漏会，有漏会，你知道要闻思修，你是从正信正见中来，正信一定要先正信三宝，三宝里面才有八正道，才有讲四谛缘起，其他的外道里面没有。没有四谛，没有缘起，没有八正道，没有无我，这些是共外道的，这些不是共外道，其他是共外道的，啊，要有正信，正信就是正信三宝，要有正见，正见就是正见四谛，啊，那你与四谛有余就不行，所以断三劫里面有一个余，就是对四谛没有正见，那四谛就是苦集灭道啊，苦。就是苦果，苦果来自于什么？来自于烦恼，来自于业，集就是烦恼跟业，啊，那你要知道这些道理啊，然后你要有正确的，你要灭这个烦恼，你要灭这个苦果，你必须要灭这个烦恼，你要灭苦，你必须要灭苦因，啊，你没有灭，你要灭苦果，没有灭苦因，那没有办法灭，就好像你现在是因为我见我爱。那么起这个烦恼，那你不断我见我爱，你只把讨厌的人，你伤害他，你把他杀了，那么让他不再让你起烦恼，那个没有办法。或是你念一个咒，念一部经，那请佛菩萨来除掉你的烦恼，那也不行，因为你的苦因是你的烦恼，你的执着不去掉，那么你利用，比如说你念佛，你持咒，你诵经，那么你就要灭这个苦。可是你的苦不赖自于你不念佛、你不持咒、你不诵经啊！你的苦并不是因为你不念佛、你不持咒、你不诵经，所以你受苦的。你的苦是因为你执着我见我爱啊，那么有错误的观念，你才受苦的。所以你必须要把你这个烦恼因去掉，你才能够把烦恼的果苦去掉。那你现在你不是因为你不念佛受苦的。现在念佛了，你就不再受苦，不是这样子的。那念佛只是让你的心安定，让你知道要跟佛学习。念佛知道要学佛，知道佛怎么得解脱。那念佛让你的心不在烦恼上转，有力量。但是这个力量并没有办法触及到苦因。当你有智慧触及到苦因的时候，你心有力量，你才能断。那你知道要断这个，可是你现在你的手、你的脚被石头压住。可是你现在的手没有力量推掉那个石头，那个石头太大了，你没有办法推啊。你也知道要推掉这个石头啊，可是你就没力量啊，怎么办？现在身体虚弱啊，你连赶一只苍蝇的力量都没有，怎么办？要等身体恢复，那就可以赶了嘛，把石头压起来嘛。那你现在有那个定的力量，念佛就是让你的心有力量啊。可是你心有力量，你认为你念佛，佛就会把你的石头推走。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问题，啊，你认为佛就会帮你把石头推走？不是的，你要自己推走这个石头。那念佛让你有力量，让你安定，不然你会慌啊，你会花很多无意的力，无意无力的东西在更消耗你的力量，啊，所以这个你苦集灭道，你要了解，你要先正信三宝，然后要正见四谛，四谛缘起，你要正见四谛缘起，那四谛就是缘起，那讲四谛就可以了。啊，所以佛要入涅槃，跟这些比丘讲，你们对四谛也还有怀疑的，要赶快问。啊，这是苦，同样就是苦，就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。它一定来自于苦因，苦因不离开业跟烦恼，不离开业跟烦恼，烦恼是你自己的烦恼。那么一定要去除你内在的烦恼，那么你才不造作业，不造作恶业、杂染业，不造作恶业才不会感召苦果。所以你要灭苦，一定要灭苦因。那灭苦因一定要有正确的方法，啊，这个道就是正道八正道，就是你要有正确的方法。你的方法不正确，那也灭不了，啊，你虽然要灭苦，你有要灭苦啊，可是你们刚刚讲你方法不正确啊，啊，你念佛就要灭一切罪，啊，那不行的。那你肚子痛，你念佛你能不能解决肚子痛？不行，你要吃药。你口渴，你念佛能不能解决你口渴？不行，你需要喝水，啊，那。念佛是让你有智慧，让你心有力量，让你知道怎么除苦因，啊，所以念佛就知道佛是怎么成佛的，啊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那么持戒也是这样，修定也是这样，它是让你心有力量而已，
不会花费在无意义的地方，不会损耗而已。戒，所以戒，你先有正见正知，所以它基本上有漏慧。那么有漏慧是从正信三宝中来，正见四谛中来，一定是这样，所以开始闻嘛。那么因为你信三宝，你才会亲近善知，是听闻正法啊。因为你正信三宝，你才会听闻这个正见，你才有正见，你才会闻这个正见。那闻正见之后，你了解了之后，你如理思维。你如果不如理思维，你的正见会退失。你本来是听到的是正见，比如说缘起、无我、八正道，这个你是知道的。可是后来你听多了相似佛法，那慢慢你的正见就退失了。正见为什么会退失？因为没有如理思维。像提婆达多就是一个好例子啊，他没有如理思维，所以他也有正见啊，他听到的是正见啊。佛陀讲过，怎么会不是正见？可是他的正见没有入心，他的正见只是一种知识。后来他想一想，想一想，他反而相信那一些外道的话啊，没有业报，没有因果，所以后来断善根嘛。那么这个，所以这个很重要。当然一开始一定要正信啊，你一开始亲近外道，那么你就是外道，外道心，外道想。那如果你过去善根强，你还可以转回来。那如果没有，你就转不回来，你就在外道里面了。你相信阿拉，相信耶稣啊，相信世界是上帝创造的，相信念上帝、皈依上帝就可以得永生啊，那你就不会来信佛了。不会信佛，当然你就不会有后面这一些。那你信佛了之后，你听闻佛法要有正见，你没有正见，你听闻的是相似佛法，你的方法解决方法就不对。所以正见最重要是要正见四谛。所以出果先断什么？断戒禁取。错误的邪见，然后要断疑，要有正确的正见，要有正确四谛的观念，然后才能断什么？才能断身见。你看，它就是这个过程啊。那断身见才能趋向解脱啊。断身见要怎么断啊？所以他要修，一定要结合的定啊，或是专注，要不久住心，要不久次第定，那么你才能够得到无漏慧，从有漏到无漏。那无漏，你才可以断除烦恼。断除烦恼，最初就是正出果。信行人得思不坏尽，法行人得法眼尽，啊，基本上是这样。那么开始就，他重点啊，如果他是控戒，是控制烦恼啊，比如说你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邪淫，把你的烦恼局限在一个范围，不要超越。你可以起杀心，但不能有杀的行为，因为你可以起嗔恨心，但是你不能嗔恨心动杀心，动了杀心你不能去落实，啊，他就控制在一个范围嘛。声闻戒就是控制身口，烦恼没有办法那么容易控制。你说我就有贪爱心 啊，我看到都会起贪爱啊。你说不能起贪爱，我就没办法啊。你可以起贪爱，但是你要知道你在起贪爱，你要控制它，而且不能让你的贪爱变成去什么，去伤害别人。它这个就是戒的利益啊，就是先让你控制，先把你的烦恼控制在一个安全范围里面。它还是会有烦恼，但这个烦恼不会跨越去伤害别人。一教经讲的就是你有一头牛，这头牛齁很不听话，看到草就要冲过去吃。你要用一条绳子，牛越大绳子要越粗，绑在一棵树下。它能够去的地方就是那条绳子的长度。所以戒就规定你嘛，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邪，它就有规定你一个范围，你不能超出这个范围。你可以起烦恼，因为你叫它不要吃，它受不了，控制不了啊。你叫你跟你自己讲，你也一样啊，你也控制不了。我不起贪，我不起嗔，我听到这句话就是会生气，我就想打人，就想骂人，控制住，心里面想打人、想骂人，不要实践出来，控制住，啊。那么这个其实就是什么？控制烦恼。那么控制烦恼，心就柔软。你控不过，你不控制，就叫做什么？刚强。刚强就是不柔软。刚强就是什么？你已经没有办法控制烦恼了，所以就叫做难调难伏。啊，那么在定的话，就调伏烦恼。调伏就是这个是不让烦恼扩大，面积扩大，然后时间拉长，不让它这样。那么调伏烦恼是可以减少，可以让它减少的。啊，就是你比较不那么生气了啊，就调伏了啊。那因为你的心一直在这些境界上，啊，过去的现界、过去的境界、未来的境界、现在的境界上，所以你的心会散乱、调举。你常常在这个烦恼上想这个想的，越想越气啊，那么你的心就没办法专注，就散掉。特别是嗔恨心跟恐惧心，嗔恨心跟恐惧心会让心的力量快速散失啊。那所以你一定要调伏你的烦恼，你的心才有力量专注
专注在什么？专注在所缘上，专注在法上，所以叫你正念正知。然后之后烦恼会变薄，这个时候烦恼会变薄，这个烦恼会出，然后变薄，然后这个可以断，令心清净，没有烦恼。那么清净断一切烦恼啊！当你断一切烦恼的时候，一切烦恼都断尽，断尽烦恼的时候，断一切烦恼就断尽所有烦恼的时候，断尽烦恼啊，断尽一切烦恼的时候，这个叫做解脱啊，就阿罗汉，就解脱了啊。那基本上解脱就是完全清净了，就近清净了啊，就就近清净了啊，就完全清净，就是涅槃啊，就近清净了。那解脱自见啊，就是你自知自见，我随你见，放下你力。好，那这里也说到啊，他有这里有谈到啊，我们来看，他说到，他说这个讲到啊，若有恭敬称骂，若有称会骂力抓打者，心等无益，若得珍宝啊，来看这个啊，那么这里。通常就是面对这一切境界，我们说没有那么容易了啊。但是其实就是训练来的而已，你就是知道要这样训练，久了就可以。可是我们大部分没有训练，没有针对我们的心，我们大部分的修行方式训练都没有针对我们的心，啊，都是在形式仪轨上训练，所以这个比较没有办法抓到重点啊。那你如果常常这样训练，因为我们有很多境界嘛，每天都有，眼睛一打开就有。睡觉了也有啊，闭上里面梦里面有很多境界啊，但是梦里的境界比较不容易啊。你眼睛睁开的时候，你心有力量，你要常常保持心有力量，所以你六根对六尘的攀缘不要太多，太多你的心散乱就没有力量。会让你的心没有力量的主要有两个，一个就是散乱，一个是昏沉啊，那你的心就没有力量。所以一般你要定就是先对治这两个嘛，那你要专注，要给你一个所缘。可是你心有力量，你没有正常的发挥，那也不对啊。因为五神通也有外道，也有五神通，也有力量啊，可以变化，可以怎么样，但是也没有办法得解脱，反而会更大的执着，造更大的业，那也不对。所以要先以正见为先，然后养成习惯，正与正业正命，然后才精进用功，那么正念正定，然后因为它的基础打得稳，前面的正见正思维正与正业正命，其实就是基础地基。后面当你正精进正念正定的时候，就一直往上盖了。地震来不会倒啊，大风来吹不动啊，那个大水来淹不到啊，那基本上是这样啊。水火风都是我们的烦恼境界嘛，好，那么就是贪嗔痴嘛。好，所以他这里讲啊，他这里有讲到啊，等一下这些烦恼我们再来看啊。他讲到说这个持刀斫解手足，持旃檀香者一等无益。好，看根有律。根有律里面讲到断诸烦恼得阿罗汉，心无障碍啊。他讲到这个如手挥空啊，刀土相割，刀割相土啊，讲的是一样的，爱憎不起，重点在爱憬不起。大道无染，信心品里面讲的嘛啊，大道无染，唯显简者，淡漠爱憎，动然明白啊。那其实是也是一样，观金与土啊，等无差别，于诸名利无不弃舍。那这个我们等一下后面再来讲啊，因为他讲到诸天啊，因为他底下有引用啊，那他说诸天啊，要翻过，就是这个有引一个记啊啊，哎在哪里啊？的底下啊，人守护六情如好马善条，如日食见人，诸天所敬事啊，这等一下再来讲啊。那讲到这个十住毗婆沙。十住毗婆沙，他说通达诸法实相故，于名誉毁禄利与不利等无有益啊。其实经典讲这个还蛮多的啊，都是讲这个。好，那再我们底下看啊，他说这个淫欲称谓骄慢愚见啊，根本已断，是谓心条柔软。因为他这个是在讲阿罗汉，阿罗汉断根本烦恼。根本烦恼有两种啊，我们看一下，见烦恼跟爱烦恼啊，我们看一下。根本烦恼就是两种，见烦恼跟爱烦恼。啊，那这里的爱烦恼、见烦恼，然后这里讲所谓，这里其实我们看那个课本上的啊，是不是？你看，
贪嗔骄慢疑见，啊，但是后面的是，后面的是他欲嗔慢痴疑见，所以这里一定是有一个是，他不可能两个都不一样啊。那么他说不断，不断，不断这个欲嗔慢痴疑见，啊，这个是已断，欲嗔骄慢疑见，所以这个骄应该是痴啊。比如说好，那么因为他不可能两个不一样，一个是。都是阿罗汉啊，凡夫啊，比如说这里讲的是阿罗汉，而且是实解脱阿罗汉，心条柔软啊，不是啦，不实解脱的阿罗汉，好解脱的阿罗汉，好，阿罗汉凡夫啊，他这里讲，我们对照一下看啊，他说凡夫这个先讲，他先讲阿罗汉啊，欲淫欲啊，其实就是欲贪欲。欲贪呐，其实就是欲贪啊，然后欲，然后嗔啊，嗔，欲嗔骄慢啊，所以这个骄应该啊，等一下我们再来看啊，它不应该不一样啊，骄慢疑见啊，等一下，这个其实是六识啊，这是这个是这个是痴的啊，等一下再看，那凡夫这个断阿罗汉断。那不断，这个是不断，凡夫不断，啊，不断后面是一样，欲嗔慢痴疑，好，那所以这里来看这个。其他是一样的，所以这里应该要不是写错字啊，应该是慢才对啊，就是这里应该是慢啊，就是这个是骄，但是应该是慢啊，因为如果照经文来看，那不可能说这个阿罗汉断这个，那凡夫不断这个，那个骄到哪里去了啊？那个痴呢？啊，那不一样。那这里其实是，所以这个应该照理说了啊，这个很明显的是一个。啊，因为对照起来就不一样，它是一个错误，所以应该是这个啊。它是阿罗汉断这个，那凡夫不断这个，那这个其实是六识，是根本烦恼，六种根本烦恼。一般我们叫这个叫做五力识、五顿识啊。那疑基本上是五，就是五力识啊。这个身见、邪见啊，借进取见啊。那么跟就是这是观见烦恼方面的了啊。看在那里，所以这里基本上啊，这个是叫做六大烦恼啊，六种根本烦恼，六种根本烦恼，所以这个是烦恼的根本。有时候从这里讲，那如果再讲细一点的话，就叫做贪嗔痴；再讲细一点，叫做贪爱跟无明啊，基本上是这样。所以这个是见烦恼上面，这个是见烦恼。啊，这里有讲啊，一二三四五，后面还有一个见，后面还有见，啊，这，那么这个不是这个贪嗔痴慢疑，这讲错了，这个是五顿识，这个贪嗔痴慢疑，这个是五力识啊，五这个见后面有见取借进取啊，那么疑这一些啊，就是观念上的啊，那所以如果把五力识，把五力识，那么缩摄起来就是一个见啊。那这个是五顿识，那加起来就是十识。那一般来讲啊，有时候叫见烦恼、爱烦恼啊，所以主要是这个了啊。那这个是烦恼的根本，一般来讲，烦恼的根本是这个啊，这个是五力识，五力识里面缩摄成为一个见，一个见烦恼。那这个五顿识里面啊，贪嗔痴慢疑啊，贪嗔痴慢疑就五顿识。啊，其实就是以思惑为主的，啊，见所断，修所断的。好，那所以这里应该就是这个，因为很明显的啊，它有一个骄，
啊，那应该是贪嗔痴慢疑啦，因为一般讲烦恼的根本就是指贪嗔痴慢疑跟见啊，贪嗔痴慢疑跟见啊。好，那一般这个见啊，通常是这样，这个是五，我们写一下好，这个是五顿时，这个是五顿时，就是贪嗔痴慢疑。那么五力时，五力时收摄成为一个见啊，那么基本上它是怎样？身见，身边邪见，身边邪进去，身见边见。邪见、见取见、借进取见、身边邪见借啊、借进取见，那么他把它收缩成啊所谓的见见烦恼，有些会讲这样，然后把这个叫做六识啊，这是一个，然后这里贪嗔痴慢疑。那展开来就是十识啊，那这个见，然后再加上这五个啊，那基本上就是六识，六根本识啊，就是六种烦恼根本，六种根本。那这里明显是取这个的东西，所以他这个教照理讲应该是这个词啊，那不然他不会说阿罗汉断这个。啊，因为教跟慢其实是放在一起的，啊，那么阿罗汉断这个根本烦恼的根本啊，啊，因为像五下分解，如果从五上五下来分的话，啊，那么色贪、无色贪、调举、慢、无明，啊，那如果有也是调举，也不是慢，好，也不是这个教了，好，那所以。照这里来看啊，照这里来看，那基本上就是所谓的心条柔软啊，就是完全清净阿罗汉啊，因为前面讲的就是阿罗汉嘛啊，而且是不死解脱的啊，好解脱的阿罗汉。好，所以他说是诸阿罗汉欲染处不染啊，欲染处不染啊，前面其实是六大烦恼，那么应嗔处不嗔。就是你贪爱，人家会贪爱的，你不贪爱；应该贪爱的不贪爱，凡夫都在贪爱的，你不贪爱。那凡夫都会很生气的，你不生气，啊？那凡夫都会不了解、不明白的、愚痴的，你不愚痴啊？就是你正知了 啊。那么守护六情，六情就是六根啊，那就是我们的六根。那因为你的烦恼都是从六根产生的，就是六入畜受爱取有。以是故名心条柔软，如记说啊，那这个记，它这个记应该就是法喻经，也就是初记经法句经了、啊。法句经里面啊，那初要经卷十九有一个马喻品啊，字根从此啊，我们讲一下啊，这个我们把它擦掉了。初要经里面啊，因为这个记他没有引用啊，可能没有查到啊，后面也有一些他们没有查到的啊。那么初要经就是法句经的另外一个版本啊。初要经比较有解释的 啊，解释很多很多里面的经文啊。初要经啊，马喻品。有一个马喻品啊，这应该是引用自这一句一个引用自法句经的了啊，就初要经马喻品。他说，如果是法句经，它就叫做罗汉品啊。他引用的不太，就是说他对他的品名不太一样，但是是同一个啊。法句经它叫做罗汉品，啊，他讲阿罗汉的品格的，他叫罗汉品。
然后他但是以马做譬喻，以马做譬喻啊，他是这样的啊。如果是法句经里面来讲啊，啊就法句经啊，依法句经来的，这依法句经的啊。然后他说这个字根啊啊，一出要经了啊，这个啊，他说字根从子。那如马条玉啊，子其实就是控制啊，条幅嘛，如马条玉，就好像你在控制马一样，条玉丈夫，条玉这个马，条玉这个象啊，其实一样，舍玉舍娇喜啊，舍娇慢喜的样子，哎，我这也写少写一个字啊。如马条玉，舍，如马条玉舍，啊，舍娇，可能舍娇慢喜的样子，啊，我不晓得啦，这我少写了一个字。那么我们再去自己再查看看，然后还有一个，等一下我们再来看啊。他说这个法句经的啊，为天所敬，然后出药经里面讲啊，出药经里面讲他解释啊，他说这个如马条卵随意所如。从事注定如马条玉啊，从这里讲好了。从事注定啊，这个是法句经的，这是出药经的。从事注定如马条玉。从事注定如马条玉。断秽无漏，是受天乐。龙树引用的基本上是这里的啊，是受天乐。受天乐基本上就是升天，受到天人的赞叹啊啊，因为他后面有受到天人的赞叹啊，所以是受天乐就是诸天昼夜守护，称说功德。断秽无漏，是受天乐。他在解释是受天乐，出药经都有解释。他在解释是受天乐的时候，他说：“啊，诸天日夜守护，称说功德。啊，所以这个是这个既是。”法句经的马玉品，马玉经的罗汉品，出药经的法，出药经的马玉品，啊，称说功德。好，那么为天所敬一样啊，所以他这里讲，人守护六情如骥，这个骥是法句经的骥，人守护六情就是六根，如好马善条，如是识智人知天所敬是啊，这样有智慧的人，啊。那这个有智慧的人基本上啊，就是断秽无漏啊，如是识智人，这个就是，这是这里讲的啊，前面一样啊，先是注定或是自根从子啊，那前面也有啊。那么或前面也有如马条幅随意所如，这是条玉诸根啊。如果这里讲啊，就是出药经里面要跟这个一样的，参详就是。他前面还有一个啊，就是说这个条玉诸根不令放逸，如马条幅随意所如，如马条幅随意所如。
他的解释就是龙树在这里的解释啊，他的解释就是调御诸根令不放逸啊，调御诸根如马调御，他基本上我们白可把这个记跟这个记一样啊，那么调御诸根不令放逸，诸根就是六根啊，调御诸根不令放逸啊，放逸于无欲里面啊，所以自根从此啊，从事注定如马调御啊，那么断尽无漏四受天乐啊，一样啊，那么其实他这里是断慧无漏啊，好，或是教舍教慧喜啊，那也可以啊，因为这个中间不知道是什么字啊，我这里写没有写到，大家查一下，我一查一下就知道。好，那么。所以他这里如是十智人啊，断慧无漏的如是十智人，诸天所敬视啊，诸天所敬视啊，恭敬啊，然后赞叹守护啊，那基本上是这样。所以这个是如是十智人大智论里面的啊，因为他底下也没有引用出来啊，所以我们就稍微了解一下。好，那所以以如二弼马啊，不调漏。啊，那么这个烦恼不断啊，那所以他说这个阿罗汉啊，名心条罗乱。好，那这个问题基本上我们就解决了啊。第一个就是啊，他那个六识前面那个焦应该是痴啊，因为这个是六根本烦恼啊。那个见啊，就是无力识，身边邪见见啊，身见边见邪见见取见见见。有时候会把这个五力识就简称一个见啊，那五顿识啊就是贪嗔痴慢疑，所以第一个那这个焦应该是痴啊，然后第二个啊这个记是出自于法句经的罗汉品，讲阿罗汉的，那么这个出药经是从他的譬喻来立名的，所以他叫做马喻品啊，那这两个问题好，我们再翻过来。啊，那这里大概基本上就解决了啊，就是阿罗汉有退没退的问题啊，那有几种阿罗汉的问题，然后这里啊法句经的问题，好，再来看啊，翻过来88页，摩诃那伽啊，那伽其实是龙或是蛇啊，象有时候也有叫那伽的，但基本上那伽就是龙了啊啊，那个啊，摩诃是道。那名不，且名罪啊，那所以他这里啊，就是从意拆开来看的啊，就像我们中文也可以拆一样啊，比如说念就是当下的那一念心，今这个心啊，比如说悲啊，那也可以这样解释的啊，悲就是非心啊，那不是啊，不是你那个杂染的心啊，要清净的心啊，反正你都可以解释那。这他们这些也是可以拆起来解释的啊，比如说归一反白为归啊，反正就中国字也是可以拆起来解释的啊，那这一些他们也是可以拆起来解释啊，摩诃眼大啊，因为他们有六离合字啊，那名不啊，那么且啊嘎啊，那名罪啊，阿罗汉诸烦恼断，是以是故名不罪啊。那么就断恶啊啊，不再有任何，因为没有烦恼就不会造业，没有造业就不会受罪。基本上罪是一种果报，是已经形成的果报，所以叫遭罪嘛，受罪，所以叫苦罪苦啊。那罪是由业成熟来，恶业成熟来才有罪啊。那么就是杂染业有生死，它也是生死罪啊，就是果报了。罪其实是一种果报。那一般的讲不好的果报，不好的果报是罪，那如果好的果报叫福，罪跟福嘛，那罪是由恶业来，福是由善业来啊，写一下好了，啊，这个写的有点乱了，没关系，大家知道就好了，啊，重点就是知道它的出处了，啊，通常是这样啊，这个没有水，罪跟福，罪，佛法里面基本上讲罪跟福。啊，那么舍罪得福啊，那罪是一种果报，它是一种果
果必然从因来，啊，那么因就是业，那罪是因为恶业，所以它会有苦，罪有苦，啊，所以它基本上罪就跟苦连在一起，叫做罪苦。那福跟乐连在一起，叫做福乐，啊，通常是这样，啊，那么这个因由恶业来，那么福它的因是恶业，它的因是善业。啊，那这个都有生死，叫做杂染业啊，那个是由善业来。那么恶业成熟，恶业成熟，恶业成熟就遭罪啊，要成熟，不成熟不受报啊。恶业成熟，基本上要成熟，业这个因成熟就变成果，成熟就变成果啊，就变成果啊。所以恶业成熟就遭罪啊，我们叫遭罪或受苦，遭罪受苦。遇见啊，我遭罪受苦啊。那么，如果善业成熟，就享福受乐啊。我们叫做享福受乐啊，基本上是这样的。好，那么这个是善业成熟啊，就是要成熟啊，一样都要成熟。那成熟就来自于你不断造作，或是你那个业是很大的业，重业，重业是造一次就会成熟，比如说杀父杀母，五。造一次就好，你不用造很多次，啊，然后杀生的话要看，啊，你的杀业要看，比如说你杀蚊子，啊，跟杀一个人它是不一样，杀人、杀恶人、杀善人，用什么心来杀？杀了之后有什么影响啊？你杀一个人，导致于发生战争，死了几百万人，那你这个杀一个人就不单单只是杀一个人，啊，那类似像这样，啊，就好像你只是推掉。你只是打掉一面墙而已，但是那一面墙是堤防啊，导致于海水倒灌淹死了很多人，那不是你打掉一面墙问题啊。那所以这种东西还要看重不重啊，有没有成熟，要看这个业是什么业，你造业的之前什么心，造业当下什么心，造业之后什么心，那造的是什么业，伤害的是什么人，帮助的是什么人啊。你说你拿一碗饭给狗吃，给一个人吃，给你妈妈吃，给要成佛之前的佛吃，已经成佛的佛吃，那个一碗饭的意义不一样啊，就是它形成的效应啊不太一样。所以福报也是这样啊，心田是差别啊，心田心分过去，就是你要造作之前的心有没有处心积虑，然后造作当下是不是自己欢喜，造作之后有没有后悔啊？心田是谁啊？那么是圣者，是凡夫，是善人，是恶人啊？然后你供养了什么，布施了什么啊？那这个都有差别啊。比如说你到寺院，你供养100块，供养1000块，供养10000块，那么这也有差别啊。那这个供养啊，对你来讲意味着什么，代表着什么，困不困难啊？那是你的所有，还是只是你一根毛而已啊？那这又不一样啊，就会牵动到你的心啊，心田是差别，业也是这样啊，成熟不成熟？那成熟来自于相续，就是相续造。一般呐、啊，那如果没有的话啊，重业一次就成熟，那么大部分的业必须要相续做才会成熟啊，相续心，相续行，相续的心跟行。啊，那么才会造作，造作之后成熟啊。那所以基本上是这样。那恶业是来自什么？是烦恼啊。那善业就不是，就是来自于正见啊，或是善心啊。这个是恶心啊，这个是恶心啊，这个是善心，正见的恶心啊，或正思维的这个是善心啊。那这个是。知道有善有恶，然后你要修善去恶的，然后因为这样所以不一样啊。那看到啊，这里说啊，那罪跟福了啊，那断诸烦恼，所以不罪啊，就没有这个罪。那没有罪，其实根本来讲就是没有烦恼啊，因为烦恼罪一定从什么？从业来，业从什么？从烦恼来，烦恼从无知来。如果从佛法来讲，无明是最大的罪，因为你无明，你就会一直造作烦恼。那么你没有无明了，你把无明断掉了啊，所以诸阿罗汉烦恼断，所以叫不罪嘛啊，所以他从这里说诸阿罗汉烦恼断。然后这个其实
凡夫的这个罪跟福都是生死，都是杂染的，都是由烦恼来，啊，都是由烦恼来啊。那么这个是，但是这个烦恼主要就是我见我爱啊，或是前面讲的六识啊，啊，那如果从缘起来看啊，它就是无明啊，不知无我啊，所以不断有生死。那三恶道是来自于啊，那么无明中比较粗的部分啊。烦恼无明烦恼中的贪嗔烦恼啊，那不断的造作，那所以把烦恼断掉了，阿罗汉把烦恼断掉了，啊，就不会有业，啊，那过去的业会成熟，他就受报，阿罗汉我会受报啊，啊，那像目犍连啊，那迦留陀夷啊，这个都受报啊，他业已经成熟了，他不得不受报，但是他不会再造罪，所以他就不会再受苦，啊，他这一生的苦。还会受，因为他已经成熟，就不得不受报。即使你是阿罗汉也一样，啊，那么福也要受，罪也要受，啊，所以同样是阿罗汉，薄居罗120岁，没病没痛，到最后自己入涅槃，啊，一点病痛都没有，而且活到120岁，啊，那么就完全不一样，啊，那有的比丘就生了很多重病，啊，然后你像这个马胜比丘。那么早就证阿罗汉啊，生重病的时候还是苦，但有一些比丘就不会啊，就他没有那么苦。像这个舍利弗的弟弟优婆塞那，在打坐的时候被毒蛇咬到了，快死了，叫他哥哥赶快把他搬出这个山洞，他不要死在山洞里面。为什么？山洞要留给人家打坐，所以他就把他搬到山洞，然后就死掉了啊。可是他也没有痛苦。啊，他也没有痛苦，他就啊，你赶快把我搬出来啊，不要让我死在里面。那我要入涅槃了啊，那舍利弗把他搬出来，他一点痛苦也没有，但是他知道这个身体撑不住了啊，他就入涅槃走了啊，他也不用自杀，啊，他不用 啊，但是他被毒蛇咬到了啊，他也活不了了。那你看这个比丘，这个阿罗汉哦，这其实很多种状态的啊，那并不是每一个阿罗汉都是那么好啊，也不是都那么差，不一样。那有的也是要受一些苦啊，而且那个时候那个优婆塞那还很年轻啊，就被毒蛇咬了。那你说他阿罗汉毒蛇不敢咬他啊，照咬。我告诉你，舍利弗那么厉害，在那边打坐也被大力鬼打，啊，可是舍利弗还好，定力太深了，只是感到稍微头痛而已。那个大力鬼不知道为什么看到舍利弗在那边打坐，一般来讲得众鬼神轻嘛，道高龙武，但是舍利弗的道是很高的，那德也是很重的。可是他坐在那边就有一个劫机鬼、大力鬼，看他就不顺眼。那个可能也是不知道过去什么，看他就不顺眼。那个打下去，一般人被打下去头要裂掉啊。舍利弗只是感到稍微头痛啊。那所以你看，他这个东西就是因缘嘛啊啊。所以，但是他说阿罗汉诸烦恼断，因为烦恼断，所以才没有业，没有业才没有罪。但不代表阿罗汉不受苦哦，他过去的业成熟也要受苦哦，啊，其实是这样子的，啊，所以他这里讲不大罪，啊，他这里，但是他只是指，基本上他这里说摩诃叫做大，那叫做不，啊，那么且叫做罪，那且是不罪，那这个摩诃是大，那如果翻起来就是大不罪。啊，但是他这里翻不大罪了啊，就是基本上没有这一些，没有这一些烦恼了啊。其实他就是断烦恼的意思了，他就是断烦恼的意思。好，然后把这个大龙大象稍微讲一下就好。他说那且有时候叫龙，有时候叫象啊。那其实有时候翻蛇了，龙有时候翻蛇啊，所以龙跟蛇应该都叫做那且啊。那有时候也叫做象。啊，也是那且是5000阿罗汉诸无数阿罗汉中最大力啊，龙跟象都是指大力啊。那么龙如象，水行中龙力大，陆行中象力大啊。那我们把这个讲完再下课。那么如上条象王，能破大军，直路不回，不畏刀杖，不滥水火，不走不退，矢志不变。诸阿罗汉也是这样。修禅定智慧的原因，能破魔君及诸结死贼。结死就是烦恼啊，烦恼我们一般把它叫做贼，叫做烦恼贼。为什么叫做贼呢？因为有这个贼在，你家最有价值的东西就会失去
你有烦恼在，你会失去你内心的善良、慈悲、安定啊、智慧，这些都会失去。所以，世间人最有价值的就是七宝，那是个圣者最有价值的就是五分法身、七圣才。那么，当你有烦恼的时候，这些会失去。啊，那世间人有贼的时候，那些财产、那些价值的东西会失去。啊，可是修行人最有价值的就是啊，戒定慧、解脱、解脱之见啊，或是信戒、惭愧、闻舍慧，这些善心所会失去。好，骂力抓打不悔不悔啊，就跟前面讲的一样啊。那么老死水火不畏不难啊，不畏惧啊，那么也不会障碍啊。那么大龙啊，如大龙王从大海出，起于大圆，遍覆虚空，放大电光，明照大地，数大宏宇，润泽万物啊。这个是从这个利他的方面说。那么大象是从智力的方面说啊。那诸阿罗汉地府是从禅定智慧大海水出，起慈悲云，润及可度啊，可度的众生呢、啊、那么这个现大光明，种种变化，说十法相，与弟子心，令生善雅。好，那么这个雅是来形容啊，那么他出生善根呢、啊、好，那这个大象是从智力啊，不受烦恼束缚来说，那么能够得智力，大龙是能够利他啊，能够利益众生、度化众生来讲。好，那今天早上就先讲到这里，大家合掌回向，愿以此功德，普及一切，我等与众生，皆共成佛道。